Hello， 大家好，请。那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元气骑士。昨天基本上终于好不好，经过了我们第一关的洗礼啦，我们终于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二至一哦。然后这一次还拿到了这把金蟹大刀，感觉有点蛮酷炫的哦。但是重点是我们的血量很惨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有一个奸商重置能力啊、哦，算了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自动贩卖机会给出什么东西。恢复药水，但是你是恢复什么了？哎呦呦呦，才加一滴。哦，哎、欸，但是我们血量有变高哎、欸，我们血量有变高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再哦？不，只能买一次。金蟹大刀有点猛哦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先，哦呦，有毒有毒，那边有毒。我们先篮球清一下台，还有一只幽灵。其实我很想要用金蟹大刀，但是我怕我被打死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金蟹大刀来一下。反正我们现在血量这些应该还算不错、哦，来去下面一下，所以它基本上是第一章打完之后就会有这个第二章的这种概念，这样是什么？你要吃黑暗料理吗？雇佣这个家伙好，啊不是啊，我们前面那个机器人呢、欸、挂掉了是不是？这边有水晶宫53块，哦贵死了，哎真的要存钱呢、欸，不能乱花钱呢、欸。真的好贵哦！啊，不是，往上面走就可以了，我还绕一圈。金蟹大刀先不要好了，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爆开。先篮球清一下。哎呦，他的弹幕是十字形的，而且他们是不是会隐形啊？他会隐形哎、欸！哦，妖修，幽灵会隐形，吼吼！啊，生命药水，碎碎碎，就是需要这个东西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啊，通常第一关看那看来这个游戏第一关确实会比较难，因为第一关的话你的东西是比较少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是要慢慢的就是变强啊，所以你就是要拿更多的东西，所以这游戏越玩到后面的话，你应该会越来越厉害这样的概念，应该是啊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。战斗时间不能上马是什么意思？这游戏还有马是不是？这个障碍物有够难缠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今天回去就做什么菜？我们旁边这个是黑暗料理厨师哎、欸，许愿池丢丢，哎骗钱哦，骗钱哦，橡树种子能干嘛？完了，我觉得我又被骗好多钱了。看不是哦，不要每一次都骗完我钱再卖东西哦。但没品哎，哎，橡树果实能干嘛？我不知道。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厉害。那我们现在只要把敌人打死，他就会有周围的这个小爆炸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太靠近他们，我怕他们会炸死我们。好，没问题。清掉能量药水加很多，我现在比较想要把我的血量赶快回来啊、哦！现在血量这样很不安全，你知道吗？身体很不舒服。哦呦，南瓜人的射线也是蛮可怕的，死死死！不要自己去撞子弹，发现有好多子弹都是我自己去撞的，你知道吗？先往左边走，我怕上面要火花钱呢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火焰战法有点猛哎、欸，不是哦，怎么办法哟？可以赚这么多钱哦？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怎么赚？盗贼雕像要24，好了，供了供了供了，好贵哦。重点是他们雕像的那些能力是不是能够覆盖啊？这才是重点哦！不要到时候我买了之后，然后就只能选一个，然后我就一直哦，哎、欸，盗贼是不是加速那个啊？加速射速啊？还是不是？但看起来我们第二次射很快、欸，
先远离他们。不是，我的随从快挂了耶，各位。我的随从快挂了，各位。他死了，他感觉好像没什么做事情就挂了。哇，妖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果然还是得靠自己啊，各位。然后，好 ，OK， 走，走起，23。这边的话，子弹更容易暴击，连续攻击武器的连续次数增加，掉下能够触发两次，这个吧。来，我拜托你咯。那科学怪人是怎样？有点强欸。哎，等一下，先补个能量。不是补能量啊，补盾牌啊。怎么这么多啊？完了，我觉得最麻烦的是什么？我快没有能量喽！哇，等一下，我快没能量，也快没血喽！这青蛙是干嘛？哈，爆炸青蛙，完了！现在这一场好像有点惨欸，各位。只能拿这个大剑来那个拼一下，不是哦，我血量快没了。46为什么永远都比我要买的时候还贵啊？大哥，太贵啦，谁可以买得起？完了，我虽然拿了这个金蟹大剑，但是我好像用都没用过。哦，他砍到之后他会有技能欸，等下我先补一下。小心一点。哈哈。偷吃步。躲墙壁砍法。哈哈。哎、欸，等下，先回一下能，先回一下那个盾牌。这地形不错哎、欸。这地形不错哎、欸。下来，下来。然后解救一下他。需要需要需要，帮一下帮一下，帮挡帮挡。小心点小心点，看不到弹幕了。我觉得我怀疑就是这个篮球害我看不到弹幕，你知道吗？你会保护我的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好不好？是什么？雇佣这家伙？哇，骑士团是不是？要、啊、交给你们了，哈哈，骑士团 ，OK， 妈，钱都花在这个不知道正不正确的地方了，你知道吗？随便了，随便了，交给我们骑士团了，
他们说好会保护我的，你们刚刚都有听到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我这关还是死了，就是他们的错。是什么？网瘾少年？啊？啊？开店是不是？不要玩，要篮球。别闹了，要打 boss 了，不要闹了。恢复药水？不是哦，永远没钱。看，永远就是没钱。我还在说什么？我没办法说什么我永远就是没钱。来了，幽灵王会消失。哦呦，加油啊各位，伙伴们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等等等等等等，你怪怪的。喂，金蟹打剑，可以打，可以砍砍弹幕哇，我先回复一下护盾。干，没了！哎呦，好可惜哦！啊！哇，好可惜，但是突然好像玩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嘞，至少我们到了第二关了 ，OK， 好不好？哇，金蟹大剑居然可以打砍弹幕哎，这个好像蛮酷炫的哦，哇，今天跟昨天的旅程真的很刺激耶，不知道明天可不可以打更好啊？好啦，那我们计划就先玩到这边啦，大家觉得哪一个 BOSS 是最难缠的？感觉目前来说金蟹好像还算是还蛮 OK 的，希望每一次都遇到金蟹哦。OK， 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